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我们高兴，我们今天进行到为国祷告高雄场的第三天。有三天都在我们当中的吗？可以挥挥手，耶、yeah ！给彼此一个鼓励哈、哦。这个是哇，你很高兴，真的可以跟你在一起这边祷告哈、哦。给彼此也拍掌，也鼓励彼此。好，有些人是今天晚上第一天加入在我们当中的吗？有没有今天晚上第一天加入的，也很值得鼓励，是不是？我们一起鼓励一下，感谢主。有一些我们居在线上的，我们相信神公公也在线上，有甚至我知道一些教会是直播，然后大家聚集在他们自己的会堂我们很感恩上帝，让我们这次南台湾，然后特别在高雄先开始这样的聚集，我们真的为我们所在的地方来感谢。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又不知道，不只是为我们的城市祷告，我们也是为整个国家整个土地。而前两天我们讲到，不只只是为着我们自己的民族或者自己的政治认同来祷告，我们是为着神的国能够在我们当中彰显祷告。而神的国彰显是从聆听圣灵，跟随圣灵开始，而聆听圣灵，跟随圣灵回到起初的爱，也会带入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关系。这是讲简单把前两天我们这边所经历的摘要一下给大家再次聚个焦。但我每一次前面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还是会继续聚集在神的宝座前，我们继续定睛在神的荣美，我们继续来赞美神的伟大，我们也继续领受神的爱，也自由的流通在我们当中。阿们。好，所以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再次起立，我们彼此祝福说，让我们来聚焦在神的伟大与荣美。我们彼此祝福，我们聚焦神的伟大与荣美。阿们。我们的神是伟大的主，我们的神是荣美的神，我们来赞美他。主，你本伟大，当受极大赞美。来看那天上的城，在我们神之神之中，让全地加入，愿全地都喜乐。是的，让带到这，我们站在我们的位置上宣告，主在你里面，我们已有权柄，能战胜黑暗中仇敌。来敬拜他，尽向你来敬拜，来高举主，主我们高举你至圣尊。主里面来唱出得胜，主在你里面，我们已有权柄，能战胜黑暗中仇敌。
心靠你无比大爱，主唯有你是永远上帝，你生命在天地之上。来高举他，主我们高举你，主我们高举你至圣尊名，耶稣主我们。成就大事，他为我们国家，为我们土地来成就大事。献上，主我们高举你至圣尊名，为我们土地献上感谢。因你为我成就大事，主我们心靠你。Yeah.
给上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上帝，把他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他，当得赞美来归给他。献上无声的赞美，我们仍然将眼目注目在神宝座的荣美，眼目的火焰，敬畏站立，心里仍然发出不住的赞叹。赞叹赞叹赞叹，你灵仍然是踊跃在主面前，你的心仍然踊跃在主面前，你或发出声音或不发出声音，我们都在继续赞美在主的宝座前。你可以闭上眼睛，让你专注在神的荣美，专注在神同在的事实，他等候他的儿女来回应他的荣耀。因为我们已经奉耶稣的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进到神的至圣所，瞻仰他的荣美，
赞叹他的荣美，降服在他的荣美，赞美赞美。让我们的同心合意成为那交响乐一样，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歌声，不同的赞美，不同的祷告，但我们是同心合意的，因为他是我们的聚焦，他是我们的焦点。神的应许，哦，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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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所站立之处，这是我们所站立之处，主在你的宝座前，这是我们身份所本可以归于之处，在你宝座前献上敬拜与代祷，这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的根源，这是我们本于你，我们出于你，我们要归于你，一切赞美，一切歌颂，一切荣耀，一切代祷归于你。你配得，你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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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得。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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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配得的，他配得我们的赞美，他配得一切。因为他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买了我们来。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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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可以与他一起来做祭司，做君王，在地上来执掌王权。所以他配得，配得，配得，配得。失配。
得着你在十字架上拯救救赎的代价的赏赐，是我们在你面前说你配得，你配得，你得着我们，配得，配得，配得。主，是的，赞美你，配得。这时候我们再次把我们的生命献上，我们把今天晚上献上，愿主来掌管在我们当中，掌管在我们的生命，掌管在我们的金钱，掌管在我们所有。我们同声再次来祷告，请主，是的，谢谢你，我们属于你，主，我们主权属于你，主，教会属于你，今天晚上属于你，主，是你配得一切的赞美，你配得一切的歌颂，主，是的，让你儿女的百姓，主，来回应在当中。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这祷告行动属于你。主啊，是让这祷告聚集属于你。主啊，是让我们众教会属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继续，对，不住的来祷告、赞美、侍奉的时候，主，你圣灵继续开启我们的心，进入到你给我们的心意。主啊，进入到你的丰盛，赞美你。Amen。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前两天我们经历圣灵充满浇灌。我们经历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恢复起初的爱。主，今天你会再一次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经历可以成为拿细耳人的恩典。你就在这个世代呼召拿细耳人，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如此分别为圣，归给你。主，我们今天还要看到更大的荣耀。谢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前两天有预告啊，今天要现场收奉献。我相信若是你前两天有来，应该是迫不及待的想奉献。前两天有来的举手，请放下。觉得有经历很大恩典的举手，请放下。经历很大恩典，要不要奉献？所以是很高兴的要来奉献。我鼓励招待说，你要把这个给每一个人，对，因为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权利，我们能够奉献。罗马书十二章讲到我们把自己献上为活祭。我在教会交奉献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把自己献上为活祭哦，不要给金钱。那个金钱是谁的啊？对，如果你觉得那是我的，那你给上帝那应该不太恰当。如果你已经把自己献上为活祭，你知道那个钱是上帝的，你才来奉献啊。所以到今天为止，你如果觉得你还没有能够把自己献上为活祭，你的确可以不用奉献哦，你必须得恩典你才奉献。这一次大会的预算是需要50万、这个特别是有60-70位的牧者代祷者、在这边住4天的旅馆、大会说你们不必付旅馆钱，你们就是来祷告。我想应该对吧，大家比较没时间来祷告，然后我们用奉献来支持他们在这边祷告。哎，你也有份哦。对，所以不必说让牧者带祷者又要花5天的时间在这边祷告，又要自己啊支出这些的经费。所以大会就设计也是希望利用今天明天后天3天来收奉献。前2天也有收啊，是用 QR code， 那理论上50万应该每天10万，前2天只收到几千块而已哦。所以我今天蛮期待能够收到20万，要补一下前2天不足啊。今天已经到第3天，如果能够收到2/5、那大会就有机会就不会缺乏、我算一算这里大概有200多人、如果一个人1000应该就有了、20万、对，那想一想看我们自己要献身成为拿西尔人，那第一步就1000块献上。这好像跟神说，对，我要成为拿西尔人，就一点点，因为以后你要献上的是更多了，不是只有这个少少的新台币而已。我们当中有些是父母的哦，父母的是要把你的孩子献上作为拿西尔人，你愿意给他多少钱？应该不会只有1000块。啊、我们这一次牧者代祷者的祷告是在催生拿西尔人、我这3天都在里面有很深的感受，这个拿西尔人的运动、是神在末后的时代要做的很大的事，从美国开始，然后在台北，现在来到高雄，将会有新一代把自己全然献上的人，优先当然是年轻人，但也可能是如果我们在座有的人你要生孩子的，是你要生出来那个孩子是哪些人。你说我自己已经不年轻了，我也不能也没有要生孩子，那怎么办？你就自己出来做哪些人，你能够出生就奉献当然是最标准的拿西尔人、清酒浓酒一生，那我从现在开始我做拿西尔人也可以了。我现在60几岁，我起码还有20岁可以做拿西尔人，清酒浓酒都不喝。其实这只是一个表记而已，清酒浓酒都不喝的意思就是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卫斯理约翰他在讲奉献、他说你要努力的赚钱一生之久，你要努力的节俭一生之久，你要努力的奉献一生之久，这就是拿西尔人。所以你知道真理以后就开始实行，努力的
简朴，你努力的赚钱，努力的简朴，努力的奉献。如果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如此哦，培育下一代的拿西尔人就不难。我们这一次大会的第三个主题是宣教大军，如果我们都是照卫斯理约翰这样讲的话，那要产生宣教大军也不难。我们做奉献也只是后勤部队而已啊，那个跑前线的是比较难。有很多人解释寡妇的两个小钱，说耶稣悦纳任何数字的奉献，我说这个解经是错的啊！你们一定听过这个解释，这是错的。耶稣非常计重计较哦，你奉献的量。他说那一些哦丢了一大把银子的，奉献的很少，因为他们是把有余拿出来。然后这个寡妇奉献的很多，因为他把他身上所有的都奉献了。请问耶稣有没有计较量？有啊，他当然有计较啊。他说那个奉献一大把的很少啊，那个寡妇是全部奉献，这个叫多啊。耶稣有没有计较量？有，只是他的算法不是用绝对值来算，他用比例来算。哦，所以我今天也只是鼓励把你们身上的都拿出来就好了。你身上多就是因为你本来就有钱人嘛，你身上少因为本来你就是学生嘛，没什么钱嘛。哦，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像寡妇一样乐意把有的钱就拿出来。其实今天就是一个感动的时刻，你没有拿出来回家也就忘记了，可是你天上的财宝就真的少了今天的那一块，也蛮可惜的。所以我都鼓励大家就把自己全然献上，哦，你就会祝福这一个拿西尔人运动，也会祝福我们的这个宣教大军的运动。最后一个点，拿西尔人其实以新约的意义来讲就是耶稣，耶稣就是拿西尔人，所以我们都是要向耶稣，为耶稣做见证，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所以不论年龄大小都是可以成为拿西尔人。愿神今天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位。那我们请招待收奉献的同工可不可以来前面，我们来做个祷告。先到前面来。那我们把这个奉献信封预备好，你可以写一下你的名字，那就可以把收据寄给你，可能你需要写一下地址，来再给大家30秒预备一下，来等一下我还没祷告，对，你们到前面一点点，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先把自己全然的献上，献上成为活祭，我们也愿意被呼召成为拿西尔人。主啊，借着金钱的奉献，我们也踏出奉献的第一步，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晚上结束之后就不一样。在这个世代，神在呼召，不管我们年老年少，能够像耶稣，能够如同保罗说，愿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耶稣。谢谢你，愿一切所奉献的也是蒙主悦纳使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开始。
我们在线上的有那个 QR code、哦、QR code 可能还要再显示一下、哎啊、可以用 QR code 那个来贡献。会众及线上超过万人，同心为台湾兴起分别为圣的拿细尔人，不分年纪彼此祷告，跨代携手继续为国家守望。众多年轻人连续两天火热参与祷告，与神立约，写上自己的名字，在台湾祝福列国的命定中不缺席。Because when God wants to do something in a nation, 因为神要在国家当中做工的时候 ，He raises up Nazarites, 他会兴起拿细尔人。I want to declare this to you tonight.我今晚要对你们宣告 God's greatest gift to a nation in crisis 神对于一个在危机当中的国家最美的礼物 is to give them Nazarite sons and daughters who can turn the nation back 就是赐给他们拿细尔人的儿女能够改变国家的走向。God is raising up the most radical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神在兴起有史以来最激进的年轻世代。This is a sign to you. 这是给你们的记号。That it's time for Taiwan. 台湾的时刻到了。Lift your hands right now. 伸出你的双手。I want you to begin to pray for this nation. 我们要现在来为这个国家祷告。I want you to begin to pray for the youth of this nation. 来为着这个国家的青年祷告。Lift your voices to God tonight. 向神发出你的祷告。出去分享，活出基督的生命，将福音传到地极。圣灵也提醒台湾教会，当神要兴起年轻一代时，基督徒父母及教会牧者要小心，不要成为拦阻。父母及牧者是与年轻人一起献上，为主所用。拿细尔的孩子们，你们有拿细尔的父母 ？Yes。拿细尔的父母们，神听到。线上而已，是我们整个家庭要一起上去，要一起上去。孩子们，我们要一起跟着爸爸妈妈，持续站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一个以利沙的烈火要烧着你们，要烧着你们，打破，让我们的牧者在教会里面不要成为圣灵工作的拦阻。牧者，释放你的年轻人。那是我牧师第一个要 let my people go， 让牧师释放我们的年轻人。父母啊，释放上帝的百姓，好不好？我先做一个悔改的祷告，然后请我们大家同声为你自己教会的牧者祷告。二十一天为国家守望，最后一天正好是象征反败为胜的苦厄节。牧者再次提醒，国家是与属灵的仇敌征战。基督的宝血已得胜，但台湾教会需要合一才有权柄。波尔杰，当你看到以斯帖的倒数第二章，他讲说，仇敌的意思本来是要辖制神的百姓，但是呢，因为神的介入，他有一个翻转，反而是神的百姓呢起来辖制仇敌。我们在为台湾祷告的时候，我一定要讲一遍，对岸不是我们的敌人。因为征战的呢，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那执政掌权的征战。我们的仇敌不是对岸的人民，我们的仇敌呢，是那空中属灵气的恶魔，那个才是我们的仇敌。耶稣已经
打败仇敌，践踏仇敌在我们的脚下。阿门。我们奉主的名宣告，耶稣的血大有能力保护整个台湾。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台湾啊，围个血的耶稣宝血的线，不容许仇敌来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台湾的教会在族群里面合一，主啊，在教会中间彼此连结，我们在合一的里面就有权柄。周神柱牧师带领台湾弟兄姐妹向美国代祷团队表达感谢，主理携手继续为台湾祷告，愿主在台湾的命定成就。今天要跟北美的家人一起立这个家人的盟约，爱的盟约，合一的盟约。我们啊，为神，我们感谢神，他们啊，为了台湾，为了我们的命定，为了我们能够一起祝福列国，他们21天来到这里进食祷告。阿爸父，你愿你喜悦我们这21天在你面前的进食祷告。阿爸父，我们向你求一个恩典，就是这21天你要做的事情做成了，你要做的事情全都做成了，这是台湾最大的荣耀，这是你给中华民国最大的祝福。基督徒为国家守望，祷告的火不停歇。以上是 TVB 新闻中心台北采访报道。大高雄的牧者丹刚，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很高兴我们台南的团队来到这里跟你们一起。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聚会？我听有一个年纪很老的牧师说，他服侍了40年，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的聚会，就是没有特别的讲员，没有什么主题，不是复啊，不是赶鬼或者是成功神学，而是只是集合一起来祷告。咱高雄，恁够有相信？在圣经里面，时常有一个英文字，时常出来跑出来叫做 IF， 你们知道这个字吗？IF 就是如果。圣经很多次的时候神都会问说如果，如果。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要问你们大高雄的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高雄今天就能够领受从神所带下来的复兴，你们愿意吗？林北伯，真的吗？复兴神的渴慕，上帝靠无伊的教会，伊所敬的国家复兴，神比我们更渴慕。但是咱准备好未？你们准备好了吗？首先，复兴的定义是什么？那必须爱怎样复兴的定义？当然，我们讲到复兴，有时候会讲说有很多的人信主，有真济人加入的教会啊，真济人靠无要来到你教会。Yes， 教会因为复兴带来真济人加入的教会洗礼。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复兴的定义。从这里呢，去了解，说咱的基督复兴。我们要渴慕这个复兴，台湾的复兴，台湾的教会复兴，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复兴的定义是什么。为家来去祈祷，为家来去敲锤的咧。对圣经的定义，复兴的定义就是上帝搁一开，要能够恢复我们，恢复，不是。恢 restore，
会当搁一届恢复咱每一个上帝百姓，上帝创造你，甲竞选你的意义甲目的。所以每一个人，上帝百姓会回到你起初上帝创造你的真正的本质。就亲像他我修奉的这牧师讲，咱会当亲像耶稣基督。所以咱必须爱知影，若要讲到复兴，咱必须爱知影。福音的真正本质，不是因为教会人加多，或是教会真多势力，这只是外表而已，但是真正的本质是为这开始。福音的过程有什么？福音的过程是都通常都是为一个人开始。个人的福音，带来你的家庭的福音，你的家庭，你教会来的真多，很多的家庭的复兴，而带来你们的教会的复兴。在高雄有许许多多的教会复兴，而带来整个大高雄的复兴，然后有许多的城市的连结合一，看到我们整个台湾整个国家复兴。我真实的，我的国父不改好，我的男的男的啦，吼，你呐，原住民的兄弟姊妹，请你原谅我，吼。但是听有哦，啊，感谢主。所以咱必须爱，我们必须要知道复兴的定义，而且复兴是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开始的。家己隔壁人讲，复兴从你跟我开始的。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一场的复兴祷告聚会？台湾这几年来，我们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跟挑战，尤其从武汉病毒2020、2021来，台湾整个国家我们受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基督的教会根据我们台湾的调查，教会流失30% 的基督徒 30%。 我不晓得你们的教会，可能高雄的教会都比较健康，没有流失30%，可能流失个10%，但是大部分的教会都流失30%。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的11月，有一群美国人，30个人是由美国的3个祷告殿、3个不同的单位领袖都有互相认识，但并不是一起同工。他们一起领受从神来的话语，说你们要为台湾祷告，你们要为台湾祷告，因为 It is time for Taiwan, It is time for Taiwan, 是台湾的时刻。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小小的岛屿 ，It's a time for us， 是我们台湾的什么时刻？然后这3个团队说好，我们要为台湾祷告，要进食祷告。一般的时候，我们想说好，我们为台湾祷告，我们就留在美国原来的地方祷告，安得一道呀嘛，或者一级一级棒的，他们愿意为我们台湾祷告。但是他们3个领袖团队同样的领受到一个意向，就是说 No， 你们要去台湾，去台湾为台湾祷告。所以他们就11月，就好像一个 testing， 有一个探索 之旅，他们来的10天，30个人来到台湾，说要为台湾祷告，但是他们不晓得要去哪里。当然，那第一个想的可能就是台北啊，吼，台北这个天龙国，哈，或是不然就话就马上第二大城高雄。但是他们都不认识台湾任何的教会，不认识任何的机构。然后有人就告诉他说：“啊，你去台南。”他们就来台南了，跟我联络，我也不认识他们，我们都有共同的朋友而已。
然后他们就来了，那再来的30个人10天里面就在那里跟我们分享说神对他们说的话，因为他们也不晓得我们会不会接纳他，但是我们听了以后，我们觉得至少在台南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在那10天的时候就禁食祷告，我们教会年轻人就投入跟他们一起为台湾禁食祷告，10天就过去了，然后他们就回美国了。回美国以后，我们又收到他们的 email 说他们觉得还没有结束，他们说他们3月要再来。我说好，你们要来多久？他们说我们要来21天禁食祷告。我说你们要来几个人？他说我们要来50个人。说第二次2023年的3月，他们来了50个人，在台南为台湾禁食祷告。他们自己买机票，自己订饭店，连我们台南人要请人吃饭都没办法，因为他们都禁食。来到我们台南，我们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想要请人吃饭，对，因为他们在禁食，而且他们都是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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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ious， 他们是很认真的。除了一些孕妇或是在喂奶的妈妈以外，每一个人真的都是非常 serious 严肃的看待。所以他们就祷告了21天，飞机坐了又回去了。然后过不久，我们又收到他的 email 说我们还要来。6月底，隔了3个月，他们来了70个人，有21天的禁食祷告。第一个礼拜参与在我们的台南有一个营会叫做 Shine 学生营会，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吗？ Shine 营会，他们在里面参与一个礼拜以后，又连续禁食2个礼拜还是3个礼拜？2个礼拜。7月，然后回去了。然后9月、10月，他们有来到。我爱先讲，先再拉回来。他们11月又来了一批，又50个人，又3个礼拜。所以拢共来4抓，我有甲算过，4趟的机票跟饭店钱拢总50万美金，50万美金。恁家己去算，50万美金乘以30就好，免32。1500万代表，一群不认识任何台湾人，只是因为顺服神的呼召。有一个领袖这么跟我说 ：“Don't let us Americans to love your country Taiwan more than you Taiwanese love your country。”他说。不要让我们美国人爱你们的国家台湾胜过于你们台湾人爱自己的国家。好，我听到他们为我们台湾来四抓金价祈祷，也没有什么观光，也没吃好料的，就是每一天每一天为台湾进食祷告。然后我把故事缩短一点，然后他三好跟他们第5次要来，就在今年的3月，他们觉得是时候到了往北部了，就他们跟周神柱牧师别人的介绍认识，就从此3月4号到3月24号的21天的禁食跟祷告。那一次有将近，包括我们台湾人有100个人住在饭店，然后每一天晚上有聚会，他们每一天一共21天为台湾禁食祷告。他们从美国来的时候，领受从神来的3个重点祷告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台湾，因为他们不晓得荷兰人400年前1624年来到台湾的时候，第一个外国人的宣教是踏入台南的时候，他说 This is going to be a mission base， 他说这是会成为一个宣教的基地。当时我们台湾的也不是什么国家什么，他就说这个会是成为一个宣教的基地。所以他在400年前就发预言的时候，后面400年后这三个美国团队领受到同样的意象，台湾 It is time for Taiwan， It's time for Taiwan 是要成为宣教的基地，会影响到中国的教会，带来整个亚洲回到耶路撒冷的复兴。这是第一个重点。19分钟一定可以。第二个重点就是他们从神领受到台湾的教会要复兴，台湾的教会要复兴，回到起初的爱，对上帝那种祈祷的听。然后在台湾的教会要兴起一个拿细尔人的运动，因为兴起拿细尔人的运动，以及每一个人回到起初的爱，而带来教会的复兴。教会的复兴不是因为有什么策略或是什么方法，而是每一个信徒大家回归到起初的爱，回归到爱人如己，回归到爱神超过一切。所以他们就这两个，然后第三个神给他们的祷告的重点，就是这两个重点要完成，必须要第三点，就是台湾必须是要在自由安全的里面。最近这几年我们也可以看到台湾跟中国的这两边的许许多多的争吵争闹，我们不是在讲政治，我们要看到的是神的旨意成全在台湾。所以这三点是他们基于从神领受的。所以我要问我们大高雄的牧者们，我要问我们大高雄的弟兄姐妹们，神借着这一群美国人，那个挂3月100个人的机票，我不知道多少，就前面4趟就50万美金了。你说他们只是乱想过啊，检测是上帝吧，或许吧，或许是神吧，还是他们有真正的确信说真的是神说话？就如同我刚刚开始的第一句话， If God is going to revival to come to Taiwan， 神要将复兴带来台湾，要带来高雄，你们相信吗？所以拿细尔人，我们可以从民数记第六章就会看到这个教导。你古早的时候，旧约的时候，祭司是只有利未人，祭司只有男人可以。你不是男人，你不是利未族，什么人都不可以，你寡寡你都不行的，而且是一生的。利未人啊，现在拿细尔人在民数记第六章说是自愿的 ，voluntary， 而且是男生也可以。女生也可以，而且还不一定是要立位人。但是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 long hair， 长发。长发代表说拿细的人不能去到德裔，不管去到哪里，去到左营，去到北高雄、南高雄，去到市中心，人家都可以认出你是拿细尔人。所以今天我们该看见神要兴起的拿细尔人运动，在我们21世纪，在我们高雄大高雄的教会里面，
要看到的拿细人，就是你不管去到哪里，人家都可以看到你的生命的不一样。你应该勇敢的宣告我是谁，我的身份是谁，而且你活出符合拿细人的身份。所以民数记第六章所的挑战呢，今天用在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用在我们大高雄的信徒拿细人长发。第二个条件，第二个标志，就是不喝葡萄酒，不吃任何的葡萄制品。葡萄酒跟葡萄的制品在当时候就是享受的、合法的、合理的。所以从这个经节我们可以解释说，今天我们要去拒绝可以接受的享受。为了想要当为和拿细耳人，我们今天的信徒们，你们要能够有这勇气功去鼓转，本来我可以享受的合理的，没人会给我们批判的。或许有可能就是你的3C 产品，或是你的特休假，你要用来服侍短宣，或是在教会里面服侍，或是特别的奉献，你可能存起来要被坐游轮，哎，你可以说我要放在神国的里面。坐游轮没有什么不对，特休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要放弃这个世界可以本来可以给我们合理的享受。第三个，拿细耳人不碰死尸，任何死去的东西、死去的人都不能接近到。你一接近就不行了。从这一点我们要怎么去解释我们今天的拿细人，就是任何会使我们属灵的关系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会远离的，让一切会使我们属灵生命会孤单来死去的，任何一切世界上的事、人事物会让你远离耶稣的，我们不沾染。这就是拿细耳人三个条件。在美国有一我永安最后一句多十九分钟，最后一句话，美国有一个牧师这么说，我非常喜欢这一句话，我要挑战我们大高雄的弟兄姐妹，甚至牧者传道人。这位牧者这么说，他说 There's nothing to die for. There is nothing to live for. 我再说一次， There is nothing to die for. There is nothing to live for.台湾话的意思是，在我们的地面上的生命生活里面，如果没有一件事情让我们说为了这件事情我死也甘愿了，为了这件事情我连死都不怕。假如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找不到这么一件事情，你活着只是 存在着而已，你没有真正在活，你没有真正在活。我们一个信主的人，保罗说过，我们活的是为基督的活，我们活着是为基督而活，我们不是为了职业、为了学校、为了工作、为了家庭，我们是为了荣耀天父的名，你让你地面上的日子为了荣耀他的名，宣扬他的福音到地极。上帝拣选你，而且还将你拯救过来，你要思考你活着真正的本质跟目的是什么。你一直只想要成为黄仁勋吗？还是你想说，我见到主面的时候，
我能够被主欢欢喜喜接纳，讲你来跟我同齐倒吧。所以，因为如此，台北二十一天的禁食祷告就扩展到我们高雄来。这五天，我们就是继续的为台湾祷告，台湾祷告，当然也为你们高雄祷告。我要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作为起立。有一项，有一件事，我的神学观念非常清楚，就是神 is a sovereign God。Sovereign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全掌权的主，一旦事情都知道，你骗也骗不去，你也不说我没说没人知道，上帝都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我现在，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Let's don't play games， 我们不用玩这种走向前跑向前的游戏，因为God knows， 神知道，神知道你的心，你是叫变安尼一直隆隆隆造出来，啊是 ，You know God's calling you， 你知道神今天晚上从今天开始要呼召你，成为这个世代的拿细耳人。从圣经的整个的历史来看，每一个危险的世代，每一个。堕落沉沦的世代，上帝一定会兴起拿细耳来拯救以色列。咱台湾，神也在这个时候要兴起台湾教会的拿细耳人，要拯救我们的国家台湾，不是免于战争，是要能够让神的国能够临到台湾。所以，你下面的时间。我现在只要呼召年轻人啊，上面是年轻人，四十岁以下，你若是四十岁以下，我算到三，你若是感觉讲，我今仔听到这个牧师讲的这个拿细耳人，为了我们国家祷告，为了我们的国家活出这种不同一样的生命的人，我要袂算到三诶，不要紧 ，one two three，come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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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四十岁以下，你说我要成为这个世代的拿细耳人。你这黑线里面，站在黑线的里面，我要告诉站出来这些年轻人，等一下我们这些年轻人要带着你们，跟你们一起为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青年世代祷告，也会为我们高雄的年轻人祷告。所以你们既然站出来，你们成为这个世代，你们有这种的回应，要成为拿细耳人 ，it is 这是一个尊荣的身份呐、啊。你不是干嘛讲要开始好像要吃苦了 ？No， 是神的祝福，神的邀请，让你能够成为这个世代我们台湾的拿细耳人。所以，吉吉，这三个 ，these three。这个爬出来，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长发，从今天晚上开始，不管你是在学校、在职场、在邻居、在朋友、同学，任何人的当中，
你们老劈头不要紧，但是要记得，就好像我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我有耶稣基督的记号，拿细尔人的记号在你身上，你的说，你的行，你的思想，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灵会保守，圣灵会帮助你们的。第二，祷告有哪些合理的享受你可以拒绝的意思是说，你愿意牺牲，为了神的国度，为了你们的教会，为了你们的城市，你说我愿意牺牲这些享受。这些享受没有任何的错误，但是因为你要成为拿细人，你说我愿意牺牲，我愿意放弃。 Number three 最重要了，不要沾染任何会使你远离神的事情，不要沾染任何使你的灵命枯干渐渐死去的。敢够够不？4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不用强迫啊！你啊，多40岁、71岁啊 ！Sorry。来，我们请年轻人来啊！后面的大哥哥、大姐姐、阿伯、阿姆、阿静、阿金、阿公、阿妈，我们就来支持我们大高雄的年轻人。说他们要成为拿细尔人这个呼召不容易，但是会有蛮有恩典的。阿门。OK, let's go。时候，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这位发出呼召的这位神的身上，因为是他发出呼召，要这个世代转向他，因为是他对台湾有一个计划，他要兴起拿细尔人。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透过我们的代祷向神求说，他的先知性的预言会成就在我们的当中。当神的话语透过先知释放出来之后，代祷者就在这里面接手，我们在里面付上代价，投入我们的尾声，直到看见突破发生为止。今天晚上透过牧师的口，再一次在高雄这里释放出来拿细耳人的呼召，而我们要透过祷告来求神把这个拿细耳人呼召释放在我们的里面，求神让这些回应的每一个人，我们会投入在这个当中，没有任何的回头。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有好几轮的祷告，我们会在麦克风上祷告，但是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在下面的时候，不要等着台上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当我们确定一个祷告的方向的时候，你也可以在你所在的地方来同声来开口，然后我们的敬拜团会有回应的副歌出现，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进入到合一的祷告当中。所以首先我们要先一起来为着这个拿细耳人的兴起来祷告，特别是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这一群兴起的拿细耳人，不是只是走在最低标准的里面，不是只是走在一个宗教的模式或者行为里面，而是能够全然投认识神的爱，并且激进的回应神的爱，因为知道耶稣多么爱他们，所以就用他们的生命全心来回应。所以在诗篇110篇的第三节里面说，在你征战的日子，你的人民都乐意投身，你的少年人以圣洁为装饰，好像清晨的甘露到你那里。使得主啊，我们祷告这一群现在在这里回应的拿细耳人，或者是在线上回应的，主啊，我们祷告他们会认识明白到你的爱，就如同保罗的祷告一样，明白经历到你长阔高深的爱，好叫他们可以全然投入在这个里面。是的，主啊，我们特别是要祷告在这个里面，不是只是更多的要求而已，不是只是更多的时间的投入而已，而是我们祷告从你而来一个生命，一个新思一念的翻转，新思一念的更新会临到这群为你的那些人的里面。是的，主啊，脱离那个交换的新概念，脱离那个用自己的把表现来赢取你的爱的。是的，主啊，因为你的爱已经首先临到我们，是你那毫无保留的爱把我们抓回来。所以我们祷告这一群那些人会经历认识到你那长阔高深的爱，好叫他们是在全然在满足在回应的里面来投入在主你的征战的当中。所以奉耶稣的名字，愿你把你的爱释放在这群拿细耳人的身上，让他们全然投入委身在你的里面。从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看见台湾需要拿细耳人的世代，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站立在这座城市高雄需要拿细耳人的世代要兴起，所以主，我们向你呼求，我们既然已经听见你把你借着先知的口所发的预言，你借着传教士所发给台湾的预言要赐给我们，我们就祷告
在现在福音的四百年，在这应许要成就的这个年度当中，来把拿西人的青年赐给高雄这个城市。主啊，我们向你祷告，为着你旨意的缘故，为着你自己意识的缘故，来将拿西人的世代交给高雄的青年。主啊，我们知道你在历史之中怎样使用拿西人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在此我们也向你呼求，借着拿西人的世代，借着这个分别为圣，在爱中回应你，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世代，我们祷告，来拯救台湾的未来，来拯救台湾的命定，来拯救高雄这个城市。主啊，我们祷告，把拿西人的青年赐给我们，把拿西人的世代赐给我们。主，我们向你呼求，我们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把拿西人的世代赐给高雄这一个城市。我要邀请大家，现在可以两三个可以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来继续延续的这个主题来祷告。两三个人可以找你周遭围的人，我们一起同心的开口，求神把拿西尔人这个世代赐给我们，把拿西尔人赐给我们，赐给这个城市，赐给这个国家，赐给我们这个世代。今天呼喊你的名字，
我们在高雄这块地呼喊你的名字。Amen。 我感受到圣灵说，高雄啊，我要给你一个新的名字。今天圣灵在说，高雄的年轻人，我要给你一个新的名字。我将你剩下在兴起一个纳西尔人的呼召，纳西尔人的时代。圣灵，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求，愿你帮助我们，愿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主，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得罪你的，但是主，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救赎，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在今天，我相信神要给高雄一个新的名字。在圣经中，当神赐给他的百姓一个新的名字，代表是一个身份的更新，是脱去过去的自我。所以今天我们宣告，愿你兴起台高雄的年轻人进入到一个新的身份。我祷告耶稣基督，愿你赐给我们的恩典，脱下放下那些拖住我们的罪，做那些污秽我们身体的、污秽我们灵的、污秽我们魂的东西。我们说出，我们不要再碰了。请我祷告，主释放我们，释放我们，我们要接受。我们说，主，我们要大胆的接受这个新的身份。我是一个拿西尔人，主，我渴望被你使用，我愿意被你使用。哎，主，今天我们向你求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爱你，耶稣，帮助我们回应你。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的意志力，唯有靠着圣灵的带领。愿你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爱你。高雄的年轻人，你们要听，高雄的年轻人，神在呼唤你们。那从前临到耶利米的呼召，那说我们还没有在母腹当中成型，神就认识我们，并且 列定我们要做他的先知，列定我们要去到地极，列定我们要做拿西尔人这样子的呼召。今天临到高雄的青年，我到高雄的青年，你们不是软弱的，你们不会太年轻，你们不会没有能力去承接这个呼召，因为神把这样子的使命放在你们当中。我到高雄的年轻人，你们要勇敢地承接这样子的使命。我到神的灵与你们同在，使你们去到哪里，你们不再惧怕，你们能够公开地表明自己是信徒的身份，你们能够拒绝那一些使你们的灵人死亡的事情，一切的享受，合理的享受，甚至是一切的关系上面的拦阻。我从现在开始要为你们祷告，祷告这一些事情不能够再拦住你们回应拿西尔的身份。我到从今天开始，你们要走进自己的身份，就是在拿西尔的全然为神分别为神的呼召，要在你们的心中燃烧起来，要在你们的心中燃烧起来。我到圣灵的工作今天要临到你们当中，我祷告如同耶利米的呼召要被放在高雄的年轻人里面，你们不会软弱，你们不再是没有力气，你们可以回应着拿西尔的呼召。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今晚我们再次仰望你。主啊，你是拿西尔人心中的烈火，你是拿西尔人心中的目标，你也是拿西尔人心中唯一的渴望。主啊，在今晚我祷告，使这群拿西尔人刚强壮胆。主啊，我祷告，挪去那些罪的瑕疵，那些由巴比伦思想、世俗化思想的瑕疵。主，我们奉着耶稣基督的名，要释放你的百姓进入到应许。主，我们再次宣告 ：Let my people go！ 带领这群青年进入到你应许里面。主，我祷告，愿你使
十字架的大能释放在那些拿细耳人的身上，甚至我祷告那些还在犹豫的，那些还感受到拒绝的，我们要再次宣告十字架的大能。主啊，你释放你的医治，恢复这个破碎的世代。主啊，我们要向着这个世代发预言，呼呼啊，你们要成为这极大的军队，成为那拿细耳人的大军。所以主啊，我向你呼求，愿你得着这世代青年人的心。主啊，在高雄这块土地要兴起那拿细耳人的大军，愿你来恢复主，愿你圣灵今晚大能的吹进这座城市，得到每一颗心。圣灵，愿你来，圣灵。站在前面的年轻人，拿细耳人，你假如现在还是想知道，认为你是很清楚，今天这张的是就比更算的，为着起来，签你的名。为压落去，要成为拿细耳人才上来。Come,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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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写你的名字，写你的名字。要向老李李头前办驾照的，签完就从这边下去。包括大高雄教会的牧者同工，有拿细耳人的孩子是因为有拿细耳人的父母，有拿细耳人的家庭是因为有拿细耳人的教会，有拿细耳人的教会是因为有拿细耳人的主任牧师。所以下面要呼召40岁以上，你认为刚才听了拿细耳人的誓约自愿，你主观不是比别人，你主观说愿意的人，赶快把圣稿上跑到前面来。 1, 2, 3，拿细耳人在高雄兴起，拿细耳人在高雄兴起，属于你的拿细耳人在高雄兴起，属于你的拿细耳人在高雄兴起，属于你。
休星星，属于你的拿西俄人在高雄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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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起，兴起，兴起，拿西俄时代，拿西俄时代。签下来的这些，我们要明白知道，神的火不会降在空空的祭坛，祭坛上是空的，不会有上帝的烈火降在这上面。唯有一件事情，献上祭物。拿西俄人啊，在这个时刻，神呼召我们出来，就是要分别为圣，摆在祭坛上。放在祭坛上的东西是拿不回来的。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他说要把自己起来献上，成为那馨香的活祭。他的意思是全然的牺牲，全然的投入。在创世纪里面，神他试炼了亚伯拉罕，他说把你最好的给我，把你最好的给我，你在年老的时候，你所珍贵的儿子带到我面前，把他杀了，把它给摧毁了，因着神你要，这是我们需要有的决心，这是这一块土地需要翻转唯一一个神的呼召，把你自己看为宝贵的放在祭坛上。
在这里面我们还在看着说我们失去了什么吗？还是在这个时刻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我放下那些的时候，我赢得到神他的同在。在这里面我邀请各位，我们要起来，在这个国家，在这块土地上面，神说 It's time for Taiwan， 神的时间到的时候，他在找有谁，有谁敢放在祭坛上面，有谁能够把自己最好的献上来。我告诉在经文里面，神告诉我们，当亚伯拉罕牵着他的儿子上山的时候，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人知道。他们下山的时候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人知道。但你知道吗？他们上去之后下来的重量不一样，他们的重量不一样。上去只是负鱼子，但下来之前神告诉他，我现在知道了，你没有一件是不留给我的。在这里面重量是不一样的，祷告是不一样的，服事的果效是不一样的。神的火降在祭物上。在这个时刻我邀请大家，我们起立好不好？在这个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求神来给我们这个胃口上面的改变，求神来带领我们，叫我们能够起来将最好的献给他。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来到了面前，我们身为高雄的那些人，主，当我们签下那个誓约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主，我们意味着这样子的一个誓约代表什么？主，无论是我们接下未来的课业，做未来的工作，未来的婚姻，甚至我们自己未来的孩子，主，我们再次说，我们把它献上当作活祭。主，再次说，主啊，我们放在那个祭坛上，我们没有想过要拿回来的，我们说主啊，你配得。主啊，我们所献上的不会比你所献给我们的还要大。你把自己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再次说主啊，你配得。主啊，我们的衣裳我们就献上，我们甘心乐意说主啊，你配得。为了台湾的复兴，为了台湾在那个时刻，为了那个时刻可以得到平安，为了成为宣教的基地，主啊，我们乐意啊，我们可以献上什么？主啊，带领我们，主啊，光照我们，有什么是我们不敢献上的？主啊，把我们的未来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上帝呼召咱台湾要成做宣教的基地，成为拿细耳人的终极目标是应跟上帝的名，要将福音传到地极的所在，将福音传到地极。但是我们必须要预备我们自己，成为分别为圣的器皿。我们必须要成为能够圣洁被神使用的。神不需要我们有非常强的能力，但是神不能使用污秽的器皿。拿细耳人，拿细耳人，你们被呼召被拣选成为拿细人，是要像耶稣的样式，活出耶稣基督的香气，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将福音带到地极。我们接下来两天我们会有宣教的分享，希望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带领你们的朋友。 It is time for Taiwan. It is really time for Taiwan.
台湾从来没有在世界头版新闻、世界的媒体头版这么多天、这么多个礼拜、这么多年。 It is time for Taiwan。 想想看，我们小小的36000平方公里，应该对吧，这三万几，但是现在是整个世界的焦点，不是什么护国神山，乃是因为神要拣选使用台湾。我相信今天晚上在高雄林良堂，在高雄的这一场聚会，会是整个翻转整个大高雄的氛围的一个晚上。因为耶稣只用了11个门徒就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我们大高雄有这里，我看100-200个人有吧。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绝对不要看清你自己。假如你来自于破碎的家庭 broken families， 或是你的成长的背景有许许多多的难处，上帝的信心的确会保守你，会圣化你，圣化你，会使你清洁的。你可以从今天晚上开始说，我要今天晚上开始，我要一生为主耶稣而活。 God can make you a brand new person。 所以不要相信世界的王的谎言，说我不行了，我已经走太远。 God can draw you back。 神的爱将你们吸引回来，让你们今天晚上开始说 Yes，我要一生为他而活，一生为他而跑。 Amen。 Samuel, let's go worship。 要跟随你，永不放弃，我要跟随你。我们可以等下继续敬拜啊，不仅是台湾的时刻，也是高雄的时刻。今天出来好多年轻人，在这圆圈圈这里的各教会，可不可以有个代表上来？刚刚是台南为我们代求，我很希望今天来到台前的年轻人，各教会这边很多教会，派一个代表，代表你的教会对这城市、对这国家，我们成为拿西尔的尾声的祷告。好，来，冠生，来，还有吗？有没有别的教会？好，赶快牧师推荐上来好吗？我们上来，拿西尔是很荣耀的。还有，啊，就两个教会。好，我顺便预告，明天、后天很希望动员各教会，不只是祷告的人，我们希望明天、后天、礼拜四、礼拜五，动员更多的人，包括年轻人。各式各样的，我很希望包括高中生、大专生、大学生都能来。明天甚至你教会有很多是原住民的弟兄姐妹，也邀请他来。明天郑伯仁牧师要带我们往前走，往前看，让我们看见过去多年我们在各族群的合一里面，明天是高雄这个原住民新的起点的开始。我们希望礼拜五也更多更多更多的年轻人来，这是一个青年的宣教之夜。今天我们透过台南的陈荣明牧师带我们一起做拿西尔的尾声，我们希望接下来2天更多教会更多。我想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可能你动员传道人很难，我有秘诀，动员小组。你要动员小组的弟兄姐妹来，牧师不动，小组要动，阿们。所以明天特别礼拜五，我们要移动到大堂，大概是这个的2倍、3倍大。所以各教会动员，从小组开始动员。你牧师动不了，你动，阿们。好，我就不耽误时间，各教会来拿着麦克风，代表教会的城市。你今天身为一个拿西尔，你要怎么维生？
主啊，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把我们的生命再次的分别为圣，交在你的手中。你要在这个地上兴起敬拜的声音，你要在这个地上兴起赞美的声音，分别为圣的拿细耳人的世代。主啊，我们不是只是独立的拿细耳人，而是我们在拿细耳的身体的里面，我们在拿细耳的身体的里面，我们有父有母，主啊，我们有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孤军奋战，我们是拿细耳人的军队。耶稣，我们赞美你，为着主你呼召我们来赞美你。阿门。神，你是配得掌权的神，你是作王掌权的神，你的能力我们配得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因此我们说，我们是拿细耳人的世代，在这拿细耳的世代当中，我们不只分别为圣归给你，我们乃是要为你出去发光又发热，我们乃是要为你做光做盐，我们乃是要在你的里面得着满有能力的恩赐，以至于当我们的见证传到地极，以至于让我们的见证能够成为神国度的见证人，以至于当我们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真实的说，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属你的，我们你要我们成为拿细耳人的世代，哦主啊，你呼召我们，哦主啊，请你坚固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承接，主啊，你所要给我们的，哦主啊，让我们生命献于你，哦主啊，不再拿回来，乃是真的献于你，你配得，主你配得，哦主啊，你配得我们的生命，这是你赐给我们的。主啊，我们要舍去自己而得着基督，主啊，我们舍去自己得着耶稣，主啊，得着你的福音，主啊，让我们的身体，哦主啊，来为你而活，哦主啊，为祷告而活，为敬拜而活，哦主啊，为宣教而活，为主你的福音而活，主你赐给我们，哦主啊，我们要去走，哦主啊，我们要走出去，哦主啊，我们要走到每一个地方，哦主啊，走到每一个没有福音的地方，哦主啊，传扬出来，主啊，你赐予我们，主啊，我们要走出去，哦主啊，我们要成为，主啊，你所要我们成为的人，哦主啊，你要我们成为小基督，哦主啊，你要我们成为你的样式，成为耶稣的样式，哦主啊，让我们，哦主啊，依据你的命定，哦主啊，使我们的城市，哦主啊，我们的国家得福。哦，主啊，因着你而得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我是哪些人主？孩子站在这里，孩子站在你这里，你叫我去，我就去。主啊，你是分别为圣的神，我也要分别为圣的神。主啊，你是圣洁的神，孩子要成为一个圣洁的神。主啊，请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更多更多从神而生。主啊，请看顾我们，主啊。那么更多的可以分别为圣时间，主啊，孩子站在这里，你叫我起来，孩子就在这里了，起来回应你的呼召了。主啊，来到在这边，孩子在这边，我们的马西尔高雄世代就在这里，这时刻就在这里，高雄的火烈火燃烧在这里。主啊，我们呼求着，更多的呼求着你。主啊，还给你赞美主，阿门，阿门。哈利路亚，主赞美你，在今天晚上是个关键的时刻，你呼召，你唤醒我们里面的拿细耳人，让我们愿意站出来，成为承接的那一棒。主啊，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呼召高雄的年轻人，在这个海港的这个城市，成为宣教的一个基地。主赞美你，使用高雄的年轻人，使用高雄的年轻人，将自己分别为圣，为你所用，成为那敬拜的器皿，成为那祷告的器皿，成为那宣教的器皿，并且成为这个拿细耳人的家庭，一代一代那传承下去，再兴起拿细耳人的子女。主啊，祝福高雄的拿细耳人，每一个年轻人都建立家庭，成为拿细耳人的家庭，成为拿细耳人世世代代为主所用。阿们。我们渴望能够成为你圣洁的器皿，求你帮助我们高雄的众教会的年轻人，主啊，都能够成为拿细耳人的后代，
主啊，我们渴望能够在你面勇敢的站立，主耶稣，我们渴望，主啊，我们能够圣洁的在你里面，能够一代一代的火能够传承下去。主耶稣，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勇敢的在你面前站立，把我们对你的祷告还有我们的生活态度，主啊，都在你面前能够活出来。谢谢你。我们这段我还是要请我们高雄的父老郑牧师为下一代祷告。我们都曾经年轻过，但郑牧师已经服侍40年、50年，他仍然带着年轻的心为下一代来祝福。这是我们的感恩，主，这也是我们的祷告，这也是我们的感动。主，我看见许多的你的仆人使领，许多的代祷者，他们那么多年在上帝面前屈膝祈祷祷告，上帝你都垂听，你都悦纳，你都把他许多你的仆人使领所流的眼泪，你都把它放在你的皮带里面。主啊，今天晚上，主啊，就是一个你垂听我们祷告的印证。主啊，看见这么多的年轻人自发来到你面前的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这些年长的，我们要对你说，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悔改。主啊，许多时候年轻人没有起来，主啊，不只是世界给他们许多的诱惑，主啊，更重要的是这些我们为父为母的，主啊，我们没有好的榜样，我们没有好的身影，主啊，我们没有好的脚踪让他们来学习。主啊，因此到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悔改认罪悔改。主啊，因为他们从我们身上看不见那个起初的爱心，今天晚上我们这些有一点年纪的人，我们愿意在你说，主啊，我们只要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还活着，主啊，我们愿意恢复起初的爱心，我们愿意恢复起初的爱心。主啊，当我们恢复我们跟你的关系，我们有对你的爱，主啊，我们的年轻人他们要看见榜样，他们要看见我们不只是言教，我们有身教在他们面前，他们也愿意看见这些年长的，主啊，愿意他们也愿意付代价来跟随耶稣啊。您在这个城市兴起各个不同年纪的人，我们愿意成为拿细尔的世代，不只是年轻的世代，是中年的世代，更是世世代代的拿细尔人。主啊，我们愿意在众人面前，我们可以公开表明我们的身份，好像安提阿的教会那些人成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主，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恢复起初的爱心，我们就愿意花时间付代价，主啊，能够抗拒各样的诱惑。主啊，我们要成为拿细尔人。主啊，我们相信一个拿细尔的世代，一个分别为圣的世代被你兴起的时候，主啊，这些分别为圣的世代，主啊，要成为大有能力的世代，也成为兴起祷告的大军。主啊，我们求主，主啊，你在这5天的聚会里面，主啊，你圣灵无限量的工作继续在我们中间来彰显。主啊，1天比1天，我们更贴近你的心意，要看见这个世代要翻转，这个城市要被转化，这个国家要被神使用。主啊，我们不只是要脱离危险，主啊，我们要的是，主啊，我们要进入你给我们的命定。主啊，南岛要宣教，这个国家社会要转化，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愿主你特别用你的圣手保守今天在你面前奉献的年轻的世代，年长的世代，主啊，我们都愿意做拿细尔人。主啊，愿圣灵的恩膏高抹在我们的当中，收藏你今天在我们中间所做的工作，不容二者有任何的偷窃、伤害、毁坏，唯有我们的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得着一切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来，把最好的荣耀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晚上，我们就看见圣灵的火已经烧在我们中间。我们渴望最后第四礼拜四礼拜五这接下来两天，圣灵的工作是加倍加倍在我们中间。渴望你的家庭，渴望在这个城市被圣灵火焚烧嘛。因此我渴望小组小组，不管怎样，你就拉着你小组来到这里。当整个城市被祷告火焚烧的时候，这就是复兴的时刻，回到神对神儿女百姓创造的定义和目的的里面。神啊，我多么渴望神的复兴临到，从高雄，我们从台北烧到高雄，然后我们下一站会在台南。因此我们看台南的牧者这几天陪着我们啊，陪着我们饿肚子。我不知道我们用什么还他们，也是还他们饿肚子吗？我不知道。所以我们渴望接下来两天，你渴望复兴，你就带着小组小组小组更多的来到这里。我们真的在这里爆满，我们希望这里真的成为马可楼上的祷告。最后有一个，我请德嘉教师来报告一些事情。在我们今天入场的时候，大家都领到这个贴纸，很特别的是大家可以先回到位置上面。很特别的事情是在世界展望会明天，他们有举办这样一个特别的饥饿 的活动。那他们在6月20号是有一个世界难民日的公祷。那我们知道世界展望会他们虽然不会是直接去这个传福音哦，可他们是用这种行动，然后来去到最不容易 的地方。他们好像也是某一个 角度某一种方式去到需要的最前线。他们隐藏了十字架，是一颗明星在他们的 logo 上面哦。那所以今年的话，我们邀请大家有几个在今天聚会的最后5分钟，也许我们不能去到这些需要的最前线，可是我们用祷告来为这些地方 来祝福。那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进食也是可以来祝福这些有需要的地方。这些不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唯一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参与的其中一个，我觉得很重要，也很容易可以参与的。我们直接明天我们可以贴了贴纸，然后跟别人来诉说这些议题，让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些社会公益议题。然后我们可以用饥饿不只是饥饿，我们是用进食祷告，求神继续带一下公义，带一下突破，带一下在地上能够如同在天上的突破。那我们这时候邀请我们的投影片可以帮我们再放一下这个世界展望有几个公祷事项，我们邀请大家来祝福。第一个，我们可以想到是为现在仍然在世界苦难者、饥饿家庭与儿童，为世界展望会的全球救援工作来祷告，就全球因为战乱、天灾而流离失所与饥饿的儿童祷告。第二个，我们为世界各地身处灾难现场、坚守岗位、回应需求的伙伴国来代祷。我们这边有不同的伙伴可以继续跟世界展望会来联络、连结，我们为他们来祷告。第三个，我们为台湾此时特殊情况的家庭紧急需要代祷。第四个，我们为国内紧急的救援以及防减灾的事工来代祷。所以在这个字还看得到吗？我们一面可以看着一些祷告，我们今天时间不多，我们在放的投影片的时候，一页一页的我们就同声来祷告，最后会带一个结束的祷告，让我们在最后好像我们今天好像在一个属灵高峰，但是我们也试着也有一个好像落地的操练。事实上不是我们真的去落地去祝福他们，可是我们在祷告上面我们有一些具体的事项，我们也来操练，来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好，我们再帮我放到第一章，为第一位全球战乱，我们同声的为全球的这样整个情况，我们来同声来祝福祷告。请主，是的，愿你亲自来祝福在全球，主要在全球因为灾难、天灾、流离失所、饥饿的儿童来带到，主要是在当中要世界展会的救援，愿你亲自来祝福，主要祝福教会知道怎么来配搭，主要祝福宣教士怎么来配搭，主要是祝福机构跟教会继续能够来同行在其中，主要是这样子需要的资源的部分，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恩典，主要是带领我们也怎么样来合作连结，来帮助真的有需要的部分，主要是在食物的在家庭的、在庇护的，主要是祝福一些重建的、救援的、流离失所的，主要愿你亲自来使用在这样子一个社福机构，主要不止世界展望会，还有其他的宣教机构、其他的社福机构，在带着基督的心、基督的使命、圣灵的大能的，能够来去到一切有需要的地方，愿主亲自来彰显在其中。我们为第二点来祷告，继续为着不同的伙伴国来祷告，为叙利亚、乌克兰、非洲大陆、世界各地的世界展望会同工，为他们来祷告，求主来亲自来坚守，我们来为他们祷告。请
主要是为世界各地，主要世界展望会同工在不同的地方，在战乱的，在洪灾的，在干旱的，哦，主要是亲自来保守他们的工，亲自来救援，哦，主要在粮食的援助，哦，在健康卫生，在儿童的保护，在教育，主要愿你亲自来坚守在其中，主要让教会的祷告来成为他们的后盾，主要让教会的支持在他们成为他们的力量，主要是祝福教会，哦，主要是能够不同的样貌能够来去到各样灾害的前线的时候，主要你基督的拥抱就能够拥抱在他们当中，主要是的，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第三点为台湾为紧急特殊的状况家庭来祷告，请主要是祝福哦一切经济弱势的家庭，祝福一切紧急失能的家庭，主要是祝福哦在当中主要各样的社福的机构，是不是展望会，主要他们在所服务的、所连结的、所救助的，主要让教会知道怎么在当中来连结，哦，来祝福他们得到福音，主要得到福利，主要得到丰盛，主要是得到你自己的恩典，主要谢谢你祝福一切紧急受冲击的家庭可以重新来回到安定，重新能够来被建立起来，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我们为第四点为国内的紧急救援，特别为花莲的地震还有在台风风灾当中的受创的家庭跟儿少来祷告，请主要谢谢你去祝福在我们国内紧急救援防警灾的施工来带导，主要谢谢你亲自来安慰哦一切受到惊吓的人们，主要祝各区来展开的紧急救援施工，祝福家庭的安置，祝福国内外的救援防备灾工作，祝福在前线的同工，祝福社工，祝福连结的教会，祝福连结的社区与家庭，祝福继续一些备灾的倡导跟训练，继续跟你来亲自保守在里面，主要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在其中的祷告，主要是祝福教会的带导，主要是我们带领我们继续发出哭声在你面前，主要是愿你亲自来看顾一切贫穷的，看顾一切流离失所的，看顾在其中，主要谢谢你兴起教会，兴起基督的身体来拥抱，主要带领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所在你面前的进食祷告一切能够达到你面前，如同哥尼流，主要一如同我们一切的祷告和周记都一起呈现在主面前，谢谢主，谢谢你带领我们，让你的教会更能够左右的开展，让我们继续更能够长大成熟，祝福在我们当中不论是社福的机构、宣教的机构、祷告的机构，主要与地方堂会，主要是我们一起连接在一起，在这末世与主一起来站立，为你来预备你的再来，带领我们，主要谢谢你，我们不会的你亲自加添，主要我们缺少你亲自来浇灌，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做成美好的工作，在这个城市，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阿们，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最后祝福的祷告。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同来领受祝福。亲爱的恩主，我们在这里一同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主啊，你定义使你的教会能够成为一间荣耀的教会，是一间充满上帝同在，是神的心意能够借着教会实践在地上的这样的一间教会。主啊，今天我感谢你，我们要为着所有来到在这里的牧者们，带着他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带着他们教会的同工，主啊，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被聚集，我们听到了呼召，我们也回应了这个呼召。今天晚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中间呼召出愿意为主分别为圣的拿细人。今天在我们的中间，不论是年轻的、年少的，或年长年老的，我们的一生，主啊，都愿意更能够借着神的灵的恩典，帮助我们遵行你的真理，并且活出你所喜悦的旨意，让我们真实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无法靠着自己，但是主，我们定义这样的时刻，你就借着你的灵来，借着你的爱帮助我们，帮助教会。主啊，谢谢你今晚上让我们不仅在这里的教会，线上观看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或者他们的教会，也一同的来领受这个拿细耳人的恩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将我们分别为圣，祝福我们每一间教会，祝福我们服侍你的每一位牧者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主在这个世代里面常常被主的灵招聚，常常被主的灵浇灌，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看见神因着我们彼此合一
同心相爱的心，就能够认出我们是属耶稣基督来。谢谢主，祷告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好，弟兄姐妹，明天晚上见了，后天晚上更是二楼的大聚会，欢迎带我们的小组动员一起来参加。上帝赐福各位平安。